对呀、啊，看得清楚，这参数比较理想的。对、啊，这要看得清楚。看绳子也看什么都看得出来，这个。对这样看来清楚了。我看那个，看不清。这回的面差不多小了，这回拍稳定性没那么高了。嗯，这回拍稳定性没那么高了。那面太小啊，这小了。这水的阻力比那个切割阻力变化还大了。接近收尾了。嗯，对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参数基本上比较理想。收尾你塞到停了没有？啊？你塞到停不？塞到停了，收尾了。不停了。嗯。是哪个停？就是在快要完的时候给它停啊。啊，没事。没事。没事。它这个要知道电流多少，我看着完啊，但是还有六十几安。哦。这个还不好测。嗯。它速度已经上去了20几赫兹啦。嗯。它电流它小不下来。比如说它不加速了以后，不搞了，那种种也是基本上它也不用了。嗯。因为它影响整个的扫描痕迹，比如说我把这个家电先宽掉了，它就扫描速度就快了。嗯。影响整个扫描时间。干嘛呢？转角太小了，绳子嘎嘎响了。嗯。这个是弄不好最费绳子的时候。啊。慢慢切，就是转角太小了，那个绳子转弯转得太激烈了。嗯。